近年来，随着学习机市场的提速升温，部分商家在竞争下搭建起营销舞台，以免费高技和人文高技为架头，让市民花钱购买学习资料。但等到消费者想要拓宽，你遭遇困难。中南合山界真能师朱黄英最近以因直视被洗脑而掉入陷阱，虽然免费获得学习机，但却稀里糊涂支付了挪在黄英界学习费用。外国在介一个咩卦？真能师叫走镜到合山上当铺文化广场个耍，被一处临时搭设个讲义舞台所吸引。伊搭当时。商家率先向遐掌声恭敬王五吸引大家排队领取，等到人空组织后，就开始双窗推销这款学习机。他一会就讲这个机子要怎么使用，一会就讲这个机子是怎么样一个系列的，然后他是谁教了什么。他说：“那你们觉得说像现在这个社会给小孩报班贵不贵？用不用给小孩学习做投资？”真能是的，商家还要求排队的人出示。各界付款软件等界消费记录的额额，台台大家界高买粒米生样。中间的话就问了我们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的经济收入，问我们说平常是有收入的吗？那你这种收入，你会不会愿意用于投资孩子的学习？紧接着，商家声称可以免费领取学习机，但需要花钱购买学习课程。商家欢迎做个考验，试试诚意等。让真能师等人稍话动脉，听真能师黄英过来后，已经支付了599元。他说：“因为你这个机子虽然我们是无条件发放给你们的，但是如果你们要启用这个机子，肯定是需要购买他的课程，而且他这个课程是要直接付费给教育局，是买版权一次性买断。但是他说扫一扫，他又没有说付款什么的嘛。可是真的轮到我之后，他扫了之后扫了微信了，然后微信的付款成功之后。”曾能士表示，经过彭光路那个提车之后，而且后仔后甲发现家己可能落入灵安高级套路。随后，曾能士想要拓宽，但拨打相关电话进行锐矿的时候，你得唔到想爱的结果。这个售后号码也打不通，然后电话也没有人接。它不存在什么课程啊，因为你这台机器打开之后，你只要输入什么年份，它自动就有课程在了。曾能士答。根据相关部门的说法，到当地同一个公园广场、同一个场景，已经有多人拍电话报过警。相关工作人员也曾去过现场，对摆摊商家进行坑里跳车，但依然无人采听。我觉得他这个骗局非常的高明，因为他先帮你洗了脑，让你觉得说一定要花这个钱在孩子身上，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还去预估他能不能骗到你这个钱，因为他先看了你的消费记录跟余额，然后第三件事情，他是直接在这么多人里面，让你觉得说你像是幸运儿一样被抽中。我发龙能师指出，近年来多临时摊位潮卖学习机，误导群众消费的现象未少见，另外个免费上顶商业双方套路也并不新奇。但话说，消费者上当，指出摊位不一定具备相关资质和营业执照，消费者如何购买，务必仔细鉴别，三思后行，以免落入营销陷阱。消费者一旦发现家己被套路，甚至遭遇消费欺诈，可求其法律武器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停海界邓先生黄英达，近日以开摩托车经过省道231线龙都点起高架桥的路段的时候，有钢筋正路碰土了，导致一个新顶的车身布满油漆点。伊希望时间方能落实防护措施，确保不应急过往车辆的行人。邓先生答，同时。以开摩托车经过点起高架桥下方的时候，有钢筋正路为高架桥的底部碰土了，部分土料随风飘落高伊的身顶。伊停车落来斜台，发现摩托车也动了菜。哦，那时候工人在上面吹油漆嘛，然后我路过的时候就摩托还有全身什么手啊，都脸部都被他喷到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那标志吧，没有警示牌，没有什么防护，是啊，然后路过了都被喷到了。邓先生表示，此直路段每一个车流量非常大，指出钢筋导致个碰土了障碍，可用个应急过往车辆个行人。他们直接这样喷嘛，然后路过的群众都
几乎都被喷到嘛，什么都要擦了很久，嘴巴也是都会喷到了，就拧上去就擦不掉了。明早，记者到现场睇到，挂名钢筋正螺丝钢针叶，有一名钢筋正捡到一条管，对着高架桥碰涂料，一撮涂料随风飘落到路过的市民身顶。每天路过这边的汽车、摩托都很多，开汽车的话就还有那挡风玻璃，然后开摩托的基本都避不了，都希望是施工方注意一点，做好一点防护。随后记者向施工人员了解情况，一位工人表示，伊人正攞负责为周边建筑物外立面喷涂料，对邓先生反映的问题，伊人接落来会尽量避开过路的行人的汽车。等车少的时候再喷涂料，建筑物的外墙喷这个涂料嘛，作用就是美观一点嘛，好看一点嘛，不是也有防水的效果。接下来等车少了再做。更接前面蔡先生爆料，单到停喺一小区附近，有一条被当地人戏称为英哥路的道路，接触的碰英落好的个妞，同家多有不便，花重度危险。照片控制希望光部门而已，同时改革控制促加人的梦袋。蔡先生谎言的指条道路位于停海城区小会平北环巷，是临沧甲下甲路的社区的交界处。关于在路基先行小区的时候开始修建指条路，不过修了一部分后，李出勤接触碰应落好个样的改善。这是停话句斗噶，讲日句斗搞鬼嘈。我唔立你拉时，嗰阵情况，嗰阵时咧，你落好你又做咩？直在落好你又曲胶片又讲嘢嘢行灯出息，冇好又急啲碰硬，又系土胶片啊，相当就能嘅所谓叫做得硬果路。蔡先生，由于路恶惊，经常能到经过嘅时候，滑倒或车辆受损。一定动摩托车，真好惊啊！咁当时能到呢、这个，你另外试下我嚟。讲嘢嘛，急啲咕咕见，又计到一个白嘅佢见啊！呢度犀利犀利，惊又讲我哋一吹佢定一定。蔡先生亦能做希望，乌光部门尽快采取措施，减少指定道路改革控制，促加人嘅梦袋。呢度是挂白米话铺啲啊，咁都话是套路啊！希望政府得借粗，唔系令直拖得拖啊！呢度借粗啦，条路咩嘅横成条，冇计一人掘到啊！在过的驾车区就是东超座了，东超座也被戏称为水管座。目前各种应在水管的正飘向，停海的林钦柱陆续踩地上市，山岭甲街的稳定。若停海正林界正行转山卡下，正出来的林钦特别美丽。秋风吹拂，林钦飘向，到正行庄周边的林琴乡，直立立以滚滚的翠绿颜色跨满枝头。管龙林永平正式林琴已经有30多年，目前正白林琴丰收时在，伊每日拢忙着采收。今年行山花也算较高兴啦，价格基本相当尔，价宝山石马来啦，700公斤到1000公斤左右。正式林钦的坑渠是过粗涩，每粒管丝最初拢着能更受风，生长的时候着粒上诺言防护头，再用塑白筋避免崩管丝顶架。里面用能更受风，比较好双打山就是这林钦山将来会地热，就你捞一个鸡鸭大概好老贵啊。林钦基本就是丰收相当靓啊，因为热是靠南江江河啊。林钦伊比较外肉两贵啊，果子就大家了比较过细心买个好味。各家小，山竹正行转老行直大的林钦，品着相当的味道，因为这只大依山明海，有黄土水沙，黄日古家。往往是长江山这边的应该年轻啊，民族是主要行山所以观看啊。伊食起来个啊，比家人培养来个有点特殊啊，味道就是有大人花香。过节呢，伊也是比较洁白。往日林根是要咱啊，通过村委啊，操咱更新指导就是，连个传统正式木高科技木也很潮，就是。马蹄啊，腰脊甲耳线啊，主要疼痛落来。
到我们这个和美村的景仔泉这里，土壤疏松，因为以前是海洋古海洋的沙质土沉积，土壤疏松，所以菱芹的根系发达，它排水通畅，种出来的菱芹果就质量好，品质佳，味道甜。也正是因为有景仔泉这个泉水灌溉，使它的种出来的品质是其他地方没有具备的。林芹采跌落来后，多想要往环境的帮啲攞够沙子，林片变乌变嫩，管一边可以剥落来，林芹管呢就熟透了。掰开外皮，弄掰个管呢顶落到眼在，只只有只嘴，如之是个满口红黄。食完两年庆好食，马食就是呐。了，那个生来是正，还有解伊只年庆冷，还有那天的还有冷，这种年庆也就福气那个。比较有好食，了主观是伊个冷水就伊比的伊个过年还有食，福也还有解。年庆冷旺是红菜啊，跟伊成熟个时间伊个色丝还有变，还有哪。苦啊！伊也冷冷平个有包，伊也高胖，然后白起个，那不食就算也高胖是有硬。食我都得石头呢，崩立名先，崩不石头都崩立名先，切出来只也不食了。这个人做这件好事不恶，恶个是一辈子做好事。张兄是广东河南，也用话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。关于依家可能时节，相信不少上头人拢有所了解。咱们又能去到依家去小场，感谢伊紧急时刻救咱个成果。原来挂只在张乡又一次出手，救了一名受伤倒地个摩托车驾驶员。事件个经过是咩事哟？咱们30多岁个罗先生将一面剑机送到张乡个手当，感谢伊出手相助个义哥。原来9月3日凌晨，罗先生骑电动摩托车回来，途经池库行对路乌桥路段的时候，由于当时路灯昏暗，怀疑撞到一道路肩的共享单车，电动摩托车瞬间失控，撞向车窗，罗先生当场跌倒倒地。就后面直咩了路又暗，了就撞完后又攞只电动卡车，了有人家也是无去注意，了就撞到只。电动卡车卡尾了就给倒了，滑落当然将滑落哇，当时滑落也无遐清楚个。此时，张兄暗好开车从古埂经过，听到撞击声后，伊马上开车过去，看到有人躲到头下，面部朝下，意识模糊，就停车落去施救。我看了时候啊，突然形势滑落，把了伊个，把了个面部到头下了火车车。了向下过路，看到当场就抱伊起来，抱到身边，了就甲指挥甲边甲抱摇一下，但每都买惊，我救了，吼救了，救了甲稳伊咯，吼了伊就得好好好。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哦，赶紧把他的人扶正，但是起来的时候鼻血脸一直在流血，确实当时的情景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又拦了一部那个小货车。挡起这个，因为本身它这个路灯已经太暗，又是个右转弯，没想那么多，赶快拦住车，以防第二次的冲击造成第二次的伤害。哦，我也叫我身边的人赶快帮忙打120、110。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到场，张乡协助危无能往，一起将受伤的罗先生送到附近医院救治。这样子让人担心的事发生了，由于张乡的心脏呼着罗先生的血，加上出现到危险急诊区，一开始罗先生的家人把张乡误认为是交通肇事者。好的，罗先生清醒后向家人人说明了情况，才消除了误会。一开始家人人就是大概啊，跟阿乡兄转的，现在你去搞个乡兄叫我过来嘞，那就就认为那些外国个乡下装的，伊在叫我去，我就甲客人当说明情况啊。那当时里头又是有其他好多光景都有。所幸的是，由于救治及时，罗先生个伤势未算严重，目前已经出院。自从救人告别误会，张兄只是一笑而过，伊觉得家己只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。
啊，非常感谢伊这款救难个态度，非常多谢。如果无乡下及时出手，就可能情况就更危急。在乡下无考虑，直接退了，即时车即车刷满，即时就来救伊。了啊，伊个面是劈到头位，破一块车厝啊，佮再弄着为弄点赞。我是不后悔去救他，因为我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。曾乡郑永华创国道的模仿提名奖，更当生道的模仿提名奖，更当可能更当生消防赛争个人模仿，更当生消防工业赛争等称号。伊做国家好事，消苦国家难好在，被社区公正社会社会当界保护心。一个人做一件好事真的不难，难的是坚持一辈子，好人好事做下去。我要用我的一言一行去感染身边的人。从德向上，发挥榜样的力量，弘扬社会正能量，让雷锋的精神世世代代传递下去。吃灵江正面能制度阶段为朋友恩母不动药的时候，不幸夕阳花团东得新光。发言判决对方赔偿该能者23万元。事件已经即冲上网络热销，引发能蒙的热议。根据相关报道。能者夕阳花团东得新闻后，其能者郑哥吴某，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虽然吴某与死者是好友，但双方约定熬制动药每十副100元，重蹈雇佣关系。死者虽然自身重蹈好大过错，无尽到更新义务，但被告吴某作为雇主，也无尽到提醒义务。法院最终判决吴某承担各项赔偿的30%，赔偿原告23万元。就此话，吴某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，以及赔偿责任的比例等问题，都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。何在网友感到不解，昨年正算是尽到提醒义务呢？就家己从不不理解，等着提醒吗？花枝请一个成年人来补药，做医生尽高提醒责任，让伊避免夕阳花团东得呢？30%就23万元是做医生出来的。对此问题，吴律师表示，通宵来办，一方提供劳务，对方接受的，此时双方重蹈雇佣协议，即属于雇佣关系，该协议可为口头或书面形式。本活动死者与吴某达成协议，约定每十副动药值100元的标准，互相帮助吴某补动药，构成互相雇佣。同款能源强化公民法定在直裁直逼92条规定，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，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律师话表示，本活动牛脂动药行为的风险是加低，不需要具备加高的专业技术，请死者作为成年人到家己来个吃动药，本身就应对自身的外创尽到加高的注意义务，应该对长时间开会吃药所引发夕阳花团浓度过高东得的风险，故详细加认知。相对于吴某，死者经能控制加预防损害后果的发生。至高主的提醒义务，需要阁下高温或成林冷界年龄、文化水平、人际水平、专业技能等情况综合判断。吴律师也指出，以本案为例，假如死者现在经常补药或者自食，吴某对个提醒义务就很弱；而如果伊基本无补药或者自食的经验，吴某对个提醒义务则会多一些。对本话界判决得官，也许不少网友感到迷惑不解。但法律就是法律，高主甲高王即使是朋友，有时也需明确各自的义务甲责任，以免遭我意外或纠纷的时候难以说清。